路加福音第三章。凯撒提比留在位第十五年，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，西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，他兄弟腓力做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，吕撒涅做亚比利尼分封的王，亚纳和盖亚法做大祭司。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，神的话临到他，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，宣讲悔改的洗礼，使罪得赦。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，说：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，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他的路。一切山洼都要填满，大小山冈都要削平，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，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，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。约翰对那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，毒蛇的种类，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？你们要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。不要自己心里说，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。我告诉你们，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。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，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。众人问他说，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？约翰回答说，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，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。又有税吏来要受洗，问他说，夫子，我们当做什么呢？约翰说，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。又有兵丁问他说，我们当做什么呢？约翰说，不要以强暴待人，也不要讹诈人，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。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，人都心里猜疑，或者约翰是基督。约翰说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，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。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，他手里拿着簸箕，要扬进他的场，把麦子收在仓里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。约翰又用许多别的话劝百姓，向他们传福音。只是分封的王希律，因他兄弟之妻希罗底的缘故，并因他所行的一切恶事，受了约翰的责备，又另外添了一件，就是把约翰收在监里。众百姓都受了洗，耶稣也受了洗。正祷告的时候，天就开了，圣灵降临在他身上，形状仿佛鸽子，又有声音从天上来，说：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耶稣开头传道，年纪约有三十岁，一人看来，他是约瑟的儿子，约瑟是西里的儿子，西里是玛塔的儿子，玛塔是利未的儿子，利未是麦基的儿子，麦基是亚拿的儿子，亚拿是约瑟的儿子，约瑟是马他提亚的儿子，马他提亚是亚摩斯的儿子，亚摩斯是拿红的儿子，拿红是以斯利的儿子，以斯利是拿该的儿子，拿该是玛亚的儿子，玛亚是马他提亚的儿子，马他提亚是西美的儿子，西美是约瑟的儿子，
约瑟是犹大的儿子，犹大是约亚拿的儿子，约亚拿是利撒的儿子，利撒是所罗巴伯的儿子，所罗巴伯是撒拉铁的儿子，撒拉铁是尼利的儿子，尼利是麦基的儿子，麦基是亚底的儿子，亚底是哥桑的儿子，哥桑是以摩当的儿子，以摩当是尔的儿子，尔是约细的儿子，约细是以利以谢的儿子，以利以谢是约令的儿子，约令是玛塔的儿子，玛塔是利未的儿子，利未是西缅的儿子，西缅是犹大的儿子，犹大是约瑟的儿子，约瑟是约南的儿子，约南是以利亚敬的儿子，以利亚敬是米利亚的儿子，米利亚是买南的儿子，买南是马达他的儿子，马达他是拿丹的儿子，拿丹是大卫的儿子，大卫是耶西的儿子，耶西是俄贝德的儿子，俄贝德是波阿斯的儿子，波阿斯是撒门的儿子，撒门是拿顺的儿子，拿顺是亚米拿达的儿子，亚米拿达是亚兰的儿子，亚兰是希斯伦的儿子，希斯伦是法勒斯的儿子，法勒斯是犹大的儿子，犹大是雅各的儿子，雅各是以撒的儿子，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，亚伯拉罕是他拉的儿子，他拉是拿赫的儿子，拿赫是希路的儿子，希路是拉吾的儿子，拉吾是法勒的儿子，法勒是希伯的儿子，希伯是沙拉的儿子，沙拉是该南的儿子，该南是亚法撒的儿子，亚法撒是闪的儿子，闪是挪亚的儿子，挪亚是拉麦的儿子，拉麦是马土撒拉的儿子，马土撒拉是以诺的儿子，以诺是雅列的儿子，雅列是马勒列的儿子，马勒列是该南的儿子，该南是以挪士的儿子，以挪士是赛特的儿子，赛特是亚当的儿子，亚当是神的儿子。